那个以后遛狗要选好地方。你的剧组这么多帅哥哎，你真的是好想当王静哦。好啦，开玩笑的啦，就是要很恭喜你，这个电影已经破了1.688888888，我要恭喜这个啊！现在是春天，你干嘛？你干嘛紧张？我现在春天，你好奇怪哦！你看，亲爱的对象有去看？我说你的粉丝，你的粉丝是亲爱的对象，有进戏院支持了吗？你们都看了吧？都看了吧？有吗？今天亲爱的对象来这边，对，都有看嘛？那后来就是你的朋友们看到电影会害怕你吗？因为你这么凶狠，你私底下也会这样揍家人吗？我说情绪来的时候，你说我没事就突然这样打我吗？不会不会不会，捶你爸。我平常是一个很平和的人啊，我不是小辣椒。他不是，他真的，他自己像是一个很呛的人，然后很大辣辣，很像男孩子性格，所以大家都爱你。